大家好，这里是六爹。今天一大早收到一个 UPS 寄来的包裹，我们简单开一下箱，看看是什么。当当当当。这是 iPhone 12，这是一个紫色的128G 的内存。最近这个前两天母亲节啊，有个 T-Mobile 有个活动，就是可以免费从一些老的 iPhone 的型号升级成 iPhone 12。我太太有一个 iPhone XR， 就可以免费升级成iPhone 12。但是免费升级只能升级成 64G 的，所以呢我又加了点钱升级成一个 128G 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里边现在包装都有什么。现在这个 iPhone 包装比以前薄很多了，据说是为了环保。接着 OK， 哇，这就是浅紫色的，颜色还挺好看的。就一个数据线，一个大概是里边说明书和一些贴纸，就啥都没有了，充电头也没有，耳机也没有，就这些。128G iPhone 12。 OK， 等一下呢把它的旧的手机里边的内容导到新手机里就 over 了。 OK， 今天的简单开箱就到这里，拜。